为着要让更多消费者会当吃到麻豆文旦的好滋味，9月3号要伫咧麻豆大田埔举办麻豆文旦节活动宣传记者会现场，嘛有用文旦呈现的台湾地图，由市长黄伟提插上销售 No.1 的旗仔，向全国民众推广上当季、上新鲜的麻豆文旦。9月3号，我们在麻豆大田埔的旁边的大型停车场有办理我们今年的文旦节产业活动的一个开始哈，提供一些相关多的一个彩绘活动，包括体验活动以及一些闯关游戏，那会场提供给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带着小朋友来哈，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产业活动。有着上高营销农产品名号的市长黄伟廷，嘛展现伊营销的功力，现场推广用文旦做的农产品。文旦的制品很多，柚子饼啦、啊、哈，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脆片儿，我都不会卷舌，好、哦，梅柚片儿就是这个，好、哦，这里面，啊、哦，这梅柚片，柚子身、梅柚片，还有柚子茶、果茶，好、哦，还有这个洗头洗脸，这可以说应有尽有。文旦要安怎敬？黄伟廷嘛讲袂，甲讲予大家知影。这就是最厉害的麻豆文旦，你看这个老宅，哦，30档起跳。头儿尖尖，好、哦，没有两撇胡子，好、哦，它、啊、这个底部都很平整，纹路很细致，这就是最厉害正宗的老张麻豆文旦哈、哦。那你麻豆文旦够几行厉害的？因为它是直接，你假料哈、哦，变一试成麻豆文旦很酷，一试就成主顾哈。麻、哦、豆文旦是全台湾上出名的，品质嘛是相当的好。政府也有文旦相关的优惠活动，目的就是要让消费者买到最好的文旦，欢迎大家来多多支持。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